小鸡儿炖蘑菇，玩啥呀？看我舅妈的手艺，小鸡儿炖蘑菇。真巧呀！先给它爆炒一下。对。这个辣椒，这个葱姜一炒是真香。啊，辣椒你这回爆一下辣椒油呢？对。先爆辣椒油呢。对。倒点啥呀？料酒啊。料酒。嗯，少放点料酒。但是你要是做完了哈，给它馅儿的，肉馅儿搁着拿，把料酒做一下了吧。啊。穿没穿完？不穿帮你穿啊。这家伙这顿还没吃完呢，又想好下顿儿。再来点酱油。对。你有呢，做菜你还讲究呢。啥？做酱油再搁啥酱油？对，我就整这个，就这个炒炒翻了。这不大锅更好呢，这大铁锅一炒，好炒。哎，尊敬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我们今天又是吃好吃的一天啊，在老舅家天天美食不重样。今天是小鸡儿炖蘑菇，看我舅妈翻大勺呢。老舅家你往这炒着吃，这谁炒干了就炒了，这些人啊上树了。我炒的肉都，这个皮都筋了。那，一炒就出香味儿。炒完了鸡再放进砂锅。对，进砂锅里。砂锅比较好用。是砂锅，它有那个是热，是怎么回事？它是什么原因？就感觉这个砂锅好像高压锅。这砂锅做完了哈，它就是高温，不让大勺泡它，它再泡它吹干了。对，就好像是高压锅那种焖熟。嗯。但是比高压锅焖的好吃。对，朋友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是砂锅炖菜为什么熟得快？是什么原理啊？好熟。对。哎，这整不明，我也整不明白，反正就是好熟。对。砂锅，那不咋吃饭呢。对，砂锅不靠烤。对。蘑菇狂炖怎么吧？啊？蘑菇不是狂炖吗？狂炖。这蘑菇自己蘑菇扛炖的，对，这蘑菇扛炖，可扛炖的。对，小鸡炖蘑菇，对，看我老舅买了两盆，这个叫什么来？什么花来？金银花。金银花。然后搁这查，这金银花是喜欢阳光啊，还是喜欢不喜欢阳光？喜欢。喜欢吗？嗯，咱不能强烈的暴晒。那咱这个阳台上不就属于暴晒吗？嗯，如果放在直播间都活了，你看到没？看到吗？嗯，那是小芽。香味儿，出香味儿了。嗯，就是砂锅炖东西是挺有感觉的啊，就感觉有一个美食那种样子。舅妈，你不然你开个号整一个新晋美食主播。你这一老舅说那一分人没有。这也太香了吧。差不多了，那几口。
鸡爪子有点没味儿。哎呦我去，好美。哎，太香了，这个蘑菇和这鸡这一起炖出来这味儿，这蘑菇味儿香，没水了。没谁都吃的，吃太少。没吃那点玩意儿。背上小桌小桌板背上，你看都烫糊了，看到没？嗯，就是那个砂锅上的吗？嗯，这个小咸菜你别看不咋地，贼好吃，卖相不咋地，但是贼好吃啊。这也别造了啊，那是早上吃现炒的，嗯，就是没吃完。开锅了，哎呀，还开呢，还开呢，还冒泡呢，太像样了啊！小鸡炖蘑菇，老舅开饭喽。看看我老舅像样吗？看我老舅多像样，知道自个该吃了。把早上起来炒的那个干豆腐剩了没人吃，搁这年的打扫打扫灶了。啥都不能扔，可怜巴巴的呀，就吃这一个菜啊。老舅这一个菜是你的了，嗯，不吃了。看看吧朋友们，真蘑小鸡炖蘑菇，其实炖小鸡里边蘑菇最好吃，对，鸡肉已经炖的那点儿，那味儿都炖蘑菇里了。对，吃个鸡大腿，我下底下看那车，咱那车那停完之后，让别人都跟着停的，都上那台上面去。啊，看我老舅啃鸡头。大鸡头好吃，多没劲啊！鸡头上没有肉，你知道吗？我家那个鸡头也就我爸啃，谁不啃？鸡头里有腥味儿。有啥？有腥味儿。啥意思啊？都那么说，都说鸡头里有腥味儿。鸡头里有腥味儿？嗯，不懂什么意思。